叫秦小雨，旁边的这位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跟我同一个学校，我们都说好彼此要是一辈子的好姐妹。我去啊，快看这内，哎，这是秦小雨啊，还是秦小雨旁边那位啊？这还用说，秦小雨从不倾向就于女汉子，肯定是旁边那位啊。话说这么一号大美女真是亮瞎了我24K 金的成勾眼啊。怎么勾搭到以谁很关键哟。一个换得了电灯泡、修得了煤气灶的女汉子，也会被篮球吓到。啊，我是无所谓，可是你没看到，今天我旁边多了位这么清新脱俗的美女吗？啊，美女，你可以叫我小铁哈。啊，美女，我可以做个朋友吗？哇，一个个都打鸡血啊！看到美女都这副德行。你们好，我是西芹，是小雨的好朋友。你好，我叫李飞。在这么有气质的朋友身边，秦小雨你还真是个陪衬啊。你好，我叫陈翔。雨神你好，我叫小胖。怎么看怎么屌丝啊你们。知道吗，我们家西芹是有男朋友的。人家一大号美女有男朋友正常，倒是你啊秦小雨，什么时候能够把自个儿卖出去啊？多少钱？嘴里吐不出好话。秦姐姐，你是怎么认识到大美女的？这个嘛，说来话长，她可是我从小到大的绝佳好闺蜜。喂，西芹，我下午有事，可能没时间陪你了。行了，又是有事，什么事都比我重要。怎么了？是你女朋友吗？你们吵架了？没事，我们先把程序搞定吧，毕竟比赛快开始了，晚上再跟他解释。也是没几天了，系主任那么看好我们，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对啊，而且像你女生学变成这么厉害的很少。哪有，我没有那么厉害。我过去一下。看起来女神不开心耶，说不定和男朋友吵架了，一吵架说不定就分手，然后嘛。哎，你就别想了，这么漂亮的美女跟秦小雨在一起，你啊肯定没戏，你还回寝室去撸去吧。那可不一定，只要挖机开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哎，得了吧，打球去吧，行吧，打球去，打球去，走吧，散了吧啊。怎么了？是不是那谁又惹你生气了？好吧，那我陪你去公主号看衣服好吧，去散心好吧。嗯，到了。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我生日。西芹，听我说，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是大忙人，忙完编程还要陪学妹，我还是不打扰的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小涛只是为了最近的编程大赛做准备而已，我们只是好朋友。小涛多亲切啊，万成英，难怪你那么喜欢编程，原来是有原因的。西芹，别弄了好吗？我知道最近陪你的时间少了，可是那也是因为
是少了，以后更少，你分手。什么？我们都说了不会轻易说分手的。我们要求你想多了，你也没那么重要，请让开。事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西芹都没有联系万晨一，应该说他们彼此都没有再联系对方，这也许就是真的分手了吧。但是西芹还是用他说的很正常的方式生活着。女生呢，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可是你真的开心吗？开心啊，很开心。想念 your big brown eyes 和 I the lips I want to kiss I miss 想一直牵着你的手但我还年轻心不定又能怎么办 Boy 有什么话开不了口 No worries 我只是用脑想过头拥有了又想自由自由后又想拥有等待着渴望着有话别保留每次看见西芹用手机更新朋友圈动态，都觉得特别的心疼，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开心。自己暂时把你拥有不低头喝着酒不屈不喝着酒做朋友是保护你最坏也是最好的借口我明白要你爱是荒谬的要求我明白有些默契我必须要遵守只是你也 know 走漏了一种 baby 但是不管怎样不管他开心与不开心我都会一直陪着他因为他是我最好的姐妹老师说安静的时候还是像个女生只是女生的庙墙还有我们男生干嘛提东西打杂呗好、哦、既然你那么要强的话顺便把东西也提了呀活该你没女朋友一点都不懂得体贴好了到底怎么了你会被人甩得怂样去你的你才被甩我是在想怎么样一个朋友是真正的开心而不是表面上的开心看不出还挺讲义气的那当然好了反正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叫谁到这么够哥吗哥吗对啊我们是好朋友吗有多少人以朋友为借口喜欢着一个人那段此刻不敢说出口的爱情该不该一直保持沉默分手的过程可以不用一分钟但是分手之后时间会莫名变得很慢因为回忆会让你很想回到过去也是想吃吧你说我们下午去干嘛呢决定啊去看喷泉吧好啊好好就是要说话你根本就不够喜欢我好啊那我不玩了爱情其实会有温差一个恒温一个沸腾你要哪个不要了请你今天的情侣套餐没有，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好吧，那下一次吧。下一次什么时候啊？你总有什么时间？好了，只要你想来就来可以吗？爱情的温度是两个人一起恒温，彼此暖心。一旦因为温差太大说了分手，一切就很难挽回。没有被挤的感觉，还对不起你，气死我了！哎，旁边咱们谁啊？哎，聊挺嗨啊。这两人不会是一对吧？看起来蛮般配啊。你说什么呢？甜蜜晒了一地呀、啊。我看是有人心要碎了一地吧。放心，哥们会帮你问清楚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好像有点眼熟，上辈子就是。不管他是谁，成我朋友的，我一定要搞死他。快走了走了。我和你像一本精彩日记，欢笑哭泣都是真实的言语。那时的我还有你，与梦想的距离听起来不可思议。I tried to fly away. 来了。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东西啊？无聊，想找个人陪呗。可是本小姐很忙哎。找我肯定有事，说吧。你好。昨天那个男生。怎么了？你跟他吧什么关系？你看上他了？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想说。女生没事不要跟男生走那么近嘛。好啊，那你有人的。你好，这是我的简历。对不起，我们不能录用你。打扰了。这是我的经历。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你好，这是我的经历。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在写什么呢？国王公司的小气。难道陈晓喜欢西芹？哎，你怎么了？管好你自己啊。不可以不满足你的好意，不能这么厚脸皮。在这么有气质的朋友身边，秦小雨你还真是个陪衬啊。更靠近，只怕再靠近。哎，秦，说什么？
可以纠缠着你的身影，不能再让你为我担心着急。小雨，没事啊，对我也不能说呀。看我给你买了小礼物，怎么样，喜欢吗？给我的。最好老实交代，到底怎么了？没事啊，真的没事。一脸哀愁样，还说没事。真的没事啊。那好，让给姐姐矫情的笑一个。好吧，现在开心了。你今天这么太对劲。没有啊，很正常啊。手链好棒哦，还是你有品味。好吧，你喜欢就好。我想通了，西芹，有你真好。带你去个地方。去哪？跟我走吧。我唱着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到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友情比爱情更长久，因为友情没有爱情那么让人难以琢磨。心情，我很开心，因为有你。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声音。兄弟，我说别纠结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保证你爽。我看呐，现在就是什么好消息都不会让他爽喽。哎呀，我都问过了，秦孝宇的室友都告诉我了，那小子是他表哥，什么很难凑到学校来一次的。表哥？表哥？是的呀，怎么样，爽了吧？哎，既然这样，那还不赶紧下手，说不定还有隐藏的情敌呢。对，先下手为强。哼，后下手遭殃喽。我觉得还是最老土的方法最为有效。什么招？情书。现在女生都知道有度娘这回事，情书这事儿，你泪点低不靠谱。再感人肺腑的情书到他们那都变泪点低了，这招不靠谱。我看呀，直接来招狠的，把他带到某个角落，然后啊直接推倒，给他来个强吻，嘿嘿，这个以秦女汉子的气势，到时候肯定啪的大耳光。我觉得吧，要想搞定秦小雨，首先要把他的室友给搞定。到时候我们跟他的室友里应外合，我觉得这个事儿准定能拿下。这招我看行，我看也行，先从他室友下手。成行。这个光荣的使命就交给哥几个了，我们几个去找秦小雨的室友，问一下秦小雨的喜好，就是送个礼物的话也有一个对症下药嘛。好，明天下课啊，总共就三个女生，我们啊分头行动，逐个击破。好，就这么定了。要是我被他拒绝了，是不是会连朋友都做不了？这个就别想太多了，怎么说也要试一试。放心，哥几个一定帮你搞定他。哎，这事儿成了，大三可别忘了啊，哥几个喝个痛快。嘿嘿哟哟，爱了我的哥一块，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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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
舍友啊。好的了，这是我们家陈翔也是个优质男嘛，你也不希望小雨错过这样一个优质男吗？可是这也不是我想帮不能帮的呀，这个还得看你们的你要帮忙就是准行的咯。那就尽量咯。陈翔那是愿意亲手为小雨折这朵花，我看这是可真。这东西怎么弄啊？傻屌，花神在这里啊。小雨呢，喜好还是蛮多的，最喜欢的就是蓝莓味的东西，嗯，奶茶呀、果冻呀，什么都得是蓝莓味的。不可以不满足你的好意，不能这么厚脸皮，傻傻看你，还是想要更靠近，只怕再靠近就一错再错的错下去。不可以纠缠着你的身影，不能再让你为我担心着急，喜欢你，多怪我控制不了自己。小雨，这是陈翔送给你的奶茶，红色手心还有温度呢。他送我奶茶干嘛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啊他对你有意思了。那要看他是几个意思了。没有几个意思啊，他肯定喜欢你呗。好了，你们想喝吗？又给你了。又不是送给我的，我还想等我的男神送给我呢。干嘛送我奶茶？讨好我是因为西情吧？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我最好的姐妹，才不吧。喜欢就赶紧把他给追回来。嗯，我也想过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得到之后又想失去，失去后才会珍惜。其实西芹为什么和你分开，你比谁都懂。我怎么知道？好了，兄弟不会闹情绪了，来喝酒。好，来。不过你真的还是要赶紧啊，到时候被别人趁虚而入了，兄弟帮不了你了。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大不了就重来一次嘛，再告一次白，有兄弟在什么都好说。我觉得嘛，两个人在一起并不需要那么多形式的东西。哎，女生和男的不一样的，他们喜欢的就是形式与浪漫，你不表现出来他们永远都不会懂的。或许吧，人生苦短，何妨一试？需要军师有兄弟在，来。我倒觉得小凡的建议不错。什么？玫瑰花呀？这女生啊，看到玫瑰花多半会心动。不是买的，是纯手工的。手工怎么搞？小白不是会吗？哎，看主角来了。哎，又是你吗？嘿，女神。我的女神姐姐一出现，屌丝党就把持不住了。打个招呼怎么就成屌丝了？没差了，麻烦让一下，我还要跟好姐妹自习呢。新小雨怎么了今天？
没怎么，就是看见你不爽。走。尼玛，这是什么情况？还没开始大告白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情况不妙啊！小雨，你中午是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不想理陈翔那家伙。你这样他会难受的。他难受什么呀？难道你看不出来陈翔喜欢你？怎么可能，他喜欢的是你。是你？哪有，他喜欢的明明就是你。真的是你？他那天都跟我说了。他真的会喜欢我吗？怎么，你也喜欢他是吧？Thank you.
小雨。小雨是你能叫的吗？你把西芹害得那么惨，还没找你算账。我找你就是因为西芹的事，希望可以帮忙。想好怎么去做吗？那就需要小伙伴们的帮忙了。小伙伴？对啊。写这封信只想跟你说对不起，我一直很想学会你甜言蜜语讨你开心，可是很糊涂的我总是像你说的不到浪漫。往前走，还是要往前走，往前走。嗨，西芹。最近一直在一家微吧做兼职，微吧现在每天都有情侣套餐，可是却没有了最初的你。那开始下一个。嘿，谁？真的很想告诉你，两年前你送我的那双袜子都还活着。我那边走吧，还有下一个，拜拜。最近一直在忙计算机编程大赛的事，面试了很多家公司，很想找到合适的实习公司，很想给你未来的幸福。对不起，因此少了陪你的时间。我这边走，还有下一封，我也走了，拜拜。嗨，西芹，是给你的信。直到你离开，才发现会有很多不习惯。喜欢你，早已经是不想改掉的习惯。那边走，那边还有一封事情是从没对你说过，你对我而言有多重要。好，但是下一个。如果还有如果，我想更用心去珍惜属于我们的回忆。
不懂得照顾你的笨蛋。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哟，只为过去的事还想强求，却不知又错过下一个美好路口。事情原谅我好吗？哇哦，哇哦，玫瑰花哎。我知道我一直对你的忽略是我的不对，我再也不会。你要是再敢的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哦，和好了。只要你不害怕，我们就能飞翔，请留下。